这啥意思啊？死定了，不好意思，进身必死，药也不磕，你说这人是不是瞧不起人？那药都不吃，传送也不交。 你是行啊！让他丢三个兵，你打这个呀？你像精神病似的，你打钱没兵啊？你打的骸骨。 直接上来，一上来平 A 接个 Q， 他咋了？我说停停，往前走来，A 一下 ，E A， 减盐接 Q， 死掉，又死一波。他有传送，交传送。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적 더블 킬. 일만 알려줘. 好, 冰先进塔. 可以接受. 回家了. 出个女神之泪试一试，这样我们就不缺蓝了。有个水友让我出魔期。 出流水法杖，没有用啊！出个魔切试试看啊！其实可以出，这得等一等再出。一他一下，一他骸骨，A 接 Q 他，打我一下。 其实我想越塔杀他，他的血量很少，但我怕跟他换了，不合适，算了，不跟他换了。 他也没交闪现，两波他都没交闪，我们要杀他肯定得交闪现。
어려운 일 없어? 对面打野和我们家打野都不刚克，他们没有空，他们都在下路打的挺嗨的。加油吧，我们上路就随便跟他玩一玩。拉尔回了，应该是回家了。他26个兵，我们在这叠魔切。 布点鞋，没出布点鞋，但是出鞋了。一 A 和平 A 平 A 平 A， 再敢上来直接一 Q R 死了。 算了，收完这波兵吧。他马上变大了，等他变大啊，等他变完大以后变小了，我们直接上。你不补刀了？你不得补兵吗？ 你想帮我推你就推，但你要是不帮我推呢，我的蓝也够。我想吃波塔皮行不行？卡特琳娜能不能不要来？算了，不吃了。哎呀，既然不让吃，我们就回家吧。 但现在有个问题呀，这格子不够了，出女神之刃格不够用了，没那么多格，我只能把药卖了。 제압되었습니다. 제압되었습니다.先出二速鞋，我一般很少出二速鞋鞋，鞋子提升太小了，而且得看情况，万一这一把他们家的控制太多了。 敲你一下子，蓝肯定是不太缺的。你要单杀我呀？这是啥意思？哎呀，这不行了。
吃了两个板砖，回家出三下。这拉尔他跑了，那他打不过我，他可不跑。英雄联盟的英雄都是要靠技能的，你以为你四五个技能给人打没血了，然后人家满技能你就能继续打？那除非人家剩一丝血，那行。他不跑，他再打他不死了吗？塔皮没掉，挺好。我估计他得回家了。呀，哎呀，我应该再 A 一下，少了一层，没事，把它杀了，杀完以后我们就能全吃。真逗！来！影魔刀，行吧，一换一，但是我们700块。大影魔刀，卡特裸大影魔刀。对面小黄毛713，那啤酒人那啤酒桶咋不炸呢？小龙可以要。17秒大，16秒，等一下大招过去吧。嗯，他不推了。我估计他们从家里边出来，我这边应该能把这个塔全给他拆没。我应该能直接把这塔给拔了，拔完以后我们直接要小龙。我拆塔太快了。这小黄毛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这600块，先杀辅助吧呢。没关系，我死不了。
포탑이 파괴되었습니다. 포탑을 파괴. 继续 跟我猜。 这有什么不能拆的？回家，我们下手了。什么兵？啊！我不禁准备着，我早上起来，我发现我的牙深深的刻在了我的嘴唇里面，给我疼死了。 下路收兵。 昨天晚上可能是做梦吃什么玩意儿了，早上起来起来发现咬嘴唇儿，给我疼死了，然后起来就口腔溃疡了。这萨勒芬尼挺狂啊！ 几个人啊？你是觉得自己是很右还是怎么回事呢？一网打走，什么意思？给我杀的来！哎，这破影魔刀的卡特还要杀人，我虚挺高啊，差点把那啤酒人给杀了。 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. 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. 라尔 心态爆炸了，出绿豆了，打死他！ 给个人头。 2500挺贵呀、啊，不过你要说它贵，其实它也不贵，因为一共你就买了400块钱的东西。 你就抠吧你！刚才谁在这打鸡呢？哎呦啊，这武器大师出的海妖！ 回家了，啤酒人，我们魔切了，我也来个魔切。213攻击力，297，我操，这是多少攻击力啊？加了90点攻击力，我300点攻击力，攻击力挺高啊。 可以发光，我回去搓完再搓一下。对，我搓一下子，我们搓一波。万一搓的时候被EJ给大了怎么办？
来一波螺旋丸。够了吧，差不多了，走。我带了一个手电筒出门，你好，我来了。미쳐날뛰고있습니다더어려운일없어제압되었습니다这属于什么呢？这属于武器的这个装饰物，武器特效，强化特效。哎呦我，夸抓 Q， 这么猛，大龙搞一发，兄弟们。你们居然让卡特四杀了，但没用，他们家的拉尔是出绿豆的。我先去把那个河蟹打了。来呀、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我在这等一会儿，把跳蛋打了，打条大龙，我们一波。雇两件装备啊，搞点捡西地。有事没事回家搞一搞，但好像最大就这么大了，也变不了更大了，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。我的天！吃我一个 Q， 我尝不尝？哇，虚虚有点高。这出装还行，不缺蓝，就是什么呢？